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天气暖和了，羽绒服棉服就成了负担，放在衣橱里太占地方了。我就找到了这种真空压缩袋，一个里面可以挂3-4件棉服，拉上封口夹排出空气，就变成真空状态了。这样放在衣橱里不仅可以节省空间，还可以防尘防潮，明年拿出来就跟新的一样。家里的棉袄太多，10个衣柜也放不下，老婆就买了这个真空压缩袋，一个可以装4件羽绒服，密封起来再排出里面的空气，衣服瞬间变得比纸还要薄，衣柜里瞬间也变得干净又整洁。外套太多，衣柜根本不够挂，像棉服这种蓬松的更难塞进去，这么挂久了外套还容易受潮发霉，用上这款外套专用的压缩袋，既省空间又防潮防尘。压缩袋带了叠加挂钩，双层密封条，还有辅助密封的滑片，加上带盖的橡胶气阀口，密封性特别好，抽气缝抽气抽得又快又薄。大号就挂长款的大衣和羽绒服，中号挂中长款的外套、针织衫。原本收纳这些外套要这么多空间，现在只需要这么一点，节省下不少空间，既能叠加又能压缩收纳，双倍省空间。外套多的一定要备上。冬天的羽绒服放在衣柜真的太占地方了，挂不了几件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。我就发现了这个挂式真空压缩袋，它是侧边开口的，一个里面可以挂5件棉服左右，拉上密封条再排出里面的空气，衣服就被真空压缩变薄成一点点，这样放衣柜节省空间还防尘防潮。透明材质的，咱们来年找衣服也很方便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这款防尘的收纳袋真的太实用了，它采用的都是 PE 的材质，可以同时收纳多种衣物，节省空间，而且还可以悬挂起来，非常的方便。使用的时候呢，只需要抽完真空，它就能做到一个防尘防霉防潮了，特别适合收纳羽绒服、大衣等厚重的一个衣物，不仅能保护衣物，而且还能节省储存空间。如果你也是一个注重收纳的人，赶紧来试试吧。